总统蔡英文南下来跟南台科技大学参加全国大专一校校长会议，伊是提出了开放式大学的教育方案，希望学校会使朝向这个目标来发展，提供学生跨科系的创新合作机会。尤其是张国豪所包括了退休警察联名来抗议，台南的台南市主委陈昌辉写一张批评给总统，还有人喊声是叫蔡英文爱落台。总统蔡英文今日是南下来到南台科技大学参加全国大专院校校长会议，在会议当中也提出开放式大学教育方案，希望学校会当朝向开放式来发展，提供给学生跨学科的创新学习，充分利用网络课程平台，给学生有更多学习的机会。我相信大学应该是人才养成、科技研发以及推广新观念的基地，所以我也期许一所大专院校都可以针对当前台湾所面临的挑战，特别是少子化跟高龄化、产业创新、永续发展等议题，发展出独特的研究跟教学的主题，一起引导台湾走向改变，善尽大学的社会责任。不过在外场是来了抗议团体，台联党主委陈昌辉喊着蔡英文加油，希望总统会当听到人民的声音，并且写着一张批，希望总统会当来收到。但是退休警察联名在现场有人喊蔡英文落台，场面是非常的混乱，但是不来跟维安警察发生冲突。你以为我哪里？请你跟我们走。我们有一封信要给蔡英文，蔡英文加油！你们加油！最后，总统蔡英文在会议致辞强调，高等教育的品质跟国家整体竞争力是密切相关的。教育出来的少年人将会影响到台湾的未来，因此台湾高等教育是必须要来改造。伊希望台下校长会议在转型当中，会当扮演着更加积极的角色。记者萧建伟，永康区采访报道。